本君要报仇雪恨，要你师徒二人的命。锦瑟，你做了什么？燕华，燕华，倩倩，你回来，燕华，你是不是要死？我也醒了，你和我好好在一起，不要忘了我。如果当年我没有把自己的名字从三生石上抹去，我会喜欢你。我下凡历劫。 就是为了成全你一次，更是为了成全我自己。三生三世十里桃花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到10点，未来综合台。